有穿秀的衣服哦。对啊。林湘英参加时装周穿肉色内衣裤火辣走秀，招来网友谩骂跟夸张批评，让经纪人心疼，在 IG 发了千字文抱不平，也公开了时装周本来要相全裸上阵的，还说接受到消息后，敬业的林湘不仅没有排斥，还觉得这是一个挑战。经纪人强调，为了工作跟艺术，公司都有严格把关，穿衣服不穿衣服，反正都是香啊。其实上次林湘参加日本时装周的造型，同样遭受到网络攻击，当时她泪洒现场，但这次为了更专业的呈现，忍住没有哭，只觉得超对不起造型师跟团队。经纪人的发文引来粉丝心疼，在留言区谢谢她的辛苦，也不断称赞林湘很美。之后林湘也在 IG 分享了当天的成果，她觉得虽然有各种评论，但是自己还是感到非常荣幸可以参加这么棒的工作，挑战了自己，也过自己想要体验的生活。Bye.